首先要把袖绷绷上。把布绷紧以后，把上面拧紧。把引线器穿到针上，反面大概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。每次戳的时候，针都戳到底，然后向前走的时候，针尖不要抬出布面，不要抬离布面，这样贴着布面走。每次走大概3到4个布格，3到4个布孔，就这样一个一个小孔。然后绣这种比较小的图案的时候，可以走得更近，可以走2个布孔。这样一圈一圈把图案给戳出来。然后一个图案戳完以后，从反面这样剪开。然后接下来换上另一个颜色的线，这样戳几针，把鼻子给戳出来。嘴巴这里戳一条。沿着嘴巴戳大概3针，
这样戳过来没有路再回来的时候，就在反面剪开，然后这样重新起头。绣制的过程中，如果绣布比较松了之后，就把上面绣绷打开，这样把它给拉紧一点。然后再给拧紧。穿针上一根黑色线，在一边线尾上打一个结，不要拉紧，然后把这边的黑色线绣一下，
向前穿上一点，然后再穿回来。这边每一针都是。Thank you.
第二圈和第一圈并齐就行，不用像这样挤得很近。稍微留出一点缝隙，这样戳下来以后，这个缝隙也几乎看不出来了。然后这边戳不过去以后，就给它拐个弯，拐到这边来。然后再用黑色线把它的周围给缝一圈。打的结不要拉得很紧，在较长的这一根线上面打结。Thank you.
然后眼睛这里，尾部这里也可以不打结，然后这样留出一节线尾，穿上一小下。再从这边穿过来一下，做出一个闭着眼的状态。然后再用米白色来绣出它的爪子，然后图案全部绣完以后，接下来看下一个视频，这边多余布的处理方法。